我们小屋迎来了两位非常重磅的两位嘉宾，特别是小诗的爸爸妈妈。然后现在大家都在筹备当中啦，让我们来采访一下。我转个镜头哈。算了，我去。哎呀，播了这么多。哎呀，这么多，这个都是谁播的呀？他并没有鸟我们，就是我们的小猪同学。好，然后今天这位大厨就是我们的小马哥，来包饺子，来包饺子，酸菜馅的饺子，酸菜猪肉馅，我们一会儿要包啦。哎呀，谁捣蒜捣得如此的帅？谢谢你啊。看一下我们桌上的菜，对，都是我做的，然后饺子也是我一个人包的，然后还有叔叔阿姨，今天是邀请他们来吃我做的菜，所以今天这都是我做的啊。这个小诗来，你说话要负责任。好的，叔叔我来，叔叔合影一下。你说的是你的菜，好，这是今天的厨神阿姨 ，Hello。大潘帮手，这个是凉拌鸡。好了，等会我要开始吃了。小诗的爸爸妈妈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硬菜，看一眼。你是原香鸡吗？美颜。当然了。